光一盏灯，按下开关，依照着光线把焦点凝聚在此刻。张永生老师在灯饰作品下功夫，除了造型也要兼顾釉色技巧，灯具上呈现美丽的金属光泽，让气氛更显得美好。那因为刚好这个时间点啦，那目前的话也接近过年，那灯啊点一盏灯，它有一种温暖哦，有一种好像在家里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张老师的部分就是我们因为合作有十年了哦，那他的作品就是平常讲整体来讲他是比较中规中矩。那但是因为他在釉色的拿捏部分他有他擅长的，还有就是说在大部分在现今陶艺市场上面他们比较习惯于以造型取胜，那他的话是在釉色或造型部分都是扎扎实实的哦，那所以说我觉得我欣赏他的这个部分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经营的艺术家有很多啦，那以陶艺的这个部分，那在釉色跟造型都能够相得益彰的部分大概也就是一两位。在过年前点盏灯，以光线拉近彼此距离，艺术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平凡的日子产生变化，创作者希望照亮天命的光芒能够祝福每个人的人生舞台持续发光发热。正佳新闻赵世渊英哥报道。